首歌都有歌名的。你要介绍开玩笑。我们前半场的话，我们就先，哎，我刚刚有说啊，对啊，所以等一下接下来这首叫做《发亮的大海》。对，就是像我这么亮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可以听到我们这个乐团纯乐团的声音，因为我已经很发亮，所以我就不用发声，好 ，OK。嘉飞准备好了吗？嘉飞，再等他一下。刚刚可能太爆了，所以吉他有点坏掉。选一颗发亮的大海。
谢，帮我们大海。好，我们的吉他手其实也是里拉琴手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他换一下乐器。里拉琴听说是来自天堂的声音，嗯，大家知道吗？然后是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之一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破梗啊，你要让他去查，就是说为什么他是来自天堂的声音，你不要去查。如果好奇了，他就知道他是。你这样破梗了，哎，好吧，那箭都射出去了。好，我找到另一半，我另请你吃饭。好的，说好了哈。哎，有没有那个要找到另外一半，一定要请我吃饭，要排队哦。好，对，我应该会有好几顿。好几顿可以吃，哎、欸，那个早到的要请我吃饭，他应该会射歪。你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早到，你也要请我吃饭，还射歪，他绝对不能射歪。好，那嘉菲其实在宜兰呢，他有一个里拉森林。然后里拉森林呢，除了就是他会弹奏里拉琴以外，他也是制琴师。小广告是因为他是 他每一把里拉琴都是自己做的，你可以相信他手上那一把是他自己做的。然后我自己也跟他做了一把。如果喜欢这个声音呢，可以到宜兰去找嘉菲，自己做一把属于自己的丘比特之琴。李拉琴，李拉琴有没有好听？好，来，
一起看完猫头鹰呢，代表爱，爱人与被爱者始终都合而为一。它是苏菲的咒语。有人说还有时间吗？那我收了。我们的李拉要收了一下，来吧。天使来了。深呼吸，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更神圣的片刻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的苏菲舞者 Latifa 亮主峰。秋晴，我们要进入尾声了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叫做《无字天书》。无字天歌。你为什么真的吐了？好吧，歌名很重要。电影这么跟你讲，叫做《无字天歌》。记得是无字天歌。这首歌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写的歌。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好吗？你现在。睡长大。接近尾声了，没有人要跑的。还有人这样子的啦。我本来说要说，我们要准备再见了，就还在想那个等一下要说再见的潜台词应该怎么开始。
然后就有人说没有人要 uncle 啊，确定吗？然后店长还有没有时间？好吧，那就 uncle 啊。店长还有时间吗？还有哈。哦，不是店长，那PA 大姐。PA 大姐，我们还有时间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来 uncle 一首，最后一首。最后一首了哈，留下我们在女巫店的美好的回忆。Thank you.
从最初人类原始来到地球，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，就如六字真言，每一个人都是莲花中的珍宝，那送给大家，作为今天跟大家道别的最后一首歌《Om Mani Padme Hum》，谢谢。我喜欢雪银河，欢迎到雪银河的粉丝专页帮我们鼓励一下。最好可以写个乐评之类的。你好像给人家太多任务了。我很喜欢看乐评。可是他没有。去我们的粉丝专页。很期待有人写我们的乐评。OK， 罗宾，非常享受跟大家在女巫店的夜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一二三，鞠躬。一二三，鞠躬。耶！只有全全记得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首先呢，它是二月十七号，有一个伟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伟人，那个伟人呢，就是刚刚为我们旋转的那个廖祖邦的提法，我们一起为他唱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怎么那么高？Thank you.